是的，下雨在山里信号不好。但是现在雾散了，我们能看到山了。现在雾散了，能看到山了。我虽然没有伞，但是我有一个帽子，而且我早就出汗出了一身了，所以，哎，也不在乎了。连一点点雨和我出汗比，可能还不如我出汗多呢。你睇几清啊？呢度落雨之后好清，嗰度落紧飘住，睇暗都系咧，系咪？影埋咁样一边一边啊，太阳。Hello， 织机械。下雨，我在大山里头，这是一个海拔900多米的小山山，但是这里头有两三百还是300-400个山。他们说，如果这附近的山群一天爬一座的话，要爬2年多。这个地方全部都是丹霞地貌，就是由水和风吹出来的一座座的小山头，然后所以就是全是山群。你们能看到水吗？这个地方感觉可以拍一张。